你这样弄我真的受不了啊！这十二星座真空最恐惧的小三总算是水象篇，是您现在收看的是环球月光中心的十星座解析，由安格斯老师协助提供之本面开始啊。谁呀、啊？李小姐，您好，有您的包裹。看好你有然布克莽开礼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谁呀、啊？李小姐，您好，有您的包裹。啊！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？Oh, Nana-chan, 这是原子笔。那这些呢？肉骨照片。啊，肉骨，马来西亚美食啊 ，Nana-chan。那是肉骨茶啦。谁呀、啊？李小姐，您好，有您的包裹。我可以为他死，你能吗？姐姐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爱马克，我们可以共组一个家庭。姐姐，走开的，是不是你姐姐不放手？姐姐切菜，我帮你。走开！姐姐拖地，我帮你。用，让开。姐姐喝茶，我帮你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不要再叫我姐姐了。姐姐尿尿，我帮你。人头皎洁月光，人总有学着说话。Sayonara, Maluku。宝贝，上班加油。哎呀呀，真是不想去上班啊。马克也想跟娜娜江的姐妹们一起喝下午茶，享受年轻少女银铃般的笑声啊。可是家里的肉快没了耶。那么我出门了。那么我出门了。像这种臭男人就该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脸上的漆掉了，我去厕所补个妆，失陪一下。哎呀，七七七，呼呼呼，哇哈哈！哦，艾玛江，你的笑声好美，再为我笑几声好吗？七七七，呼呼呼，哇哈哈！哦，太想见到你了，出门连公事包都忘了带呢。人头皎洁月光，人总有学着说实话。Sayonara。马路口。